各位观众朋友，主观观众看我们的《麦块伺服器评论实况》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要来到的是《云空幻想》第二轮。对，我觉得《云空幻想》改了很多了，改他妈超级多。它从外观看起来变成正版烟的伺服器了，盗版狗不见了，真的盗版玩家不见嘞！哇塞，哇塞，还不回来玩个？对，还不回来玩歌，全部变正版玩家，看到没有？全部变正版玩家，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有人知道，到底是怎么样的话，你们可以告诉我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云空界，就那个吧。哎呦！重要手机，那个绝对是 NPC。对，那这绝对是 NPC。N 开头的，我看 N 开头的，N 开头没有这家伙。哦，是辅助了，那官方人员，好，就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回来看了嘛。对，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些东西。其实基本上这些东西，我们后面才会去做非常的详细的观看。那我们现在回来空岛，空岛还是一样啊。虽然说我会很火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就还好。紧急任务，哎呦，这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对啊，是不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Challenge 有改过了，生态系 Challenge 改过了，然后现在没有箱子，有箱子。Challenge 改过了，那就代表他的真的有去搞这些东西，虽然这些东西还好了。然后背包、VIP 金标这些东西都还算普通，那他至少有做改变，真的是值得夸奖的一些事情。志愿界。之前这看起来就是还是差不多啦。对，资源界感觉就是还是差不多。建筑方面，其实我觉得建筑方面我不会去做挑剔，因为它建筑其实都很漂亮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直接回到副本，好像东西都没有储存到，那我之后会那个。我看一下那个网页，等等哦。好，反正先做简单的观看，感觉什么差别不一样的地方嘛。而副本方面的话，其实哦还是差不多了，只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抢怪问题就会变得比较不严重了。对，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先简单的带过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奇幻分流，野外世界，野外世界还是一样的特色吧？我记得好像是一样的那个特色，温室。那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轮的观看，然后再做简单的评比。对。哦，这边你看这边，这要怎么挖吗？温室还剩下100趴未挖掘完毕，这个吗？哦，有感有感。有诶，这什么东西？草莓哦，哦有，它的特色还是一样没有变化啦，就是一样东西。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玩，真认真的玩一下，所以这一次的评论可能会做比较久一点，因为那个
好，我们先做水下这种。对，我们先做简单的挖掘，干嘛的？你看这边，你说会让我满意吗？其实这幅会让我满意，真的，真的会让我满意一下。因为做综合伺服器来讲话，这幅其实原本它的功能就已经很多很 OK 了，可是你没有付我钱，叫评论没有付我钱。我说那个，我说那个。那个叫评论那个，不是这幅的家伙叫评论的，或是说那个填表单的叫评论的家伙没有付钱，滚！想是不懂那给我是不是？我觉得现在就还好欸，目前来看，然后挖一下。我绝对没有看到那个公告讯息，好吗？然后简单做一把稿子完了之后直接丢进去，好厚这样子啊，然后再回到野外分流，这样子要等15秒。我们现在要先用石门去矿场。先用10秒去矿场，好，来到了。好，拿好了之后来开背包，拿一下那个。它挖掉直接变成铁锭欸，好方便哦！挖掉直接变成铁，然后这边有合成台啊。我们先去矿物合成所和我看到绿宝石，靠，哇塞，它变了好多。以前是挖还要自己烧，现在是不用自己烧了。然后合成台，概念，靠背哦，真的啊？我的靠背呢？等一下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然后你看它 tape 其实做的还蛮漂亮的，正常。然后右边没有那个，没有右边的东西，但感觉就是少了什么。再用过去，然后矿场去 C，这有人偷开透视啊！干，我刚看到有个家伙在那边闹。好，那我们拿到之后，赶快挖个绿宝石，挖点金矿。哇，都很猛哦，这家伙！还是有爆炸稿啊，八点六宝石，绿宝石，煤炭，煤炭，哇哇哇，钢筋哇！我知道大家觉得很无聊，但是我需要钻石或铁装。
我们现在拿到碎石嘛，还有完整的鹅卵石。那我们坐楼梯看看下面有没有钻石。阿小，怎么掉下来了？干，很恐怖哎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我看一下玩家干嘛。哦，大哥在干嘛？哦，哦，收藏吗？那个是锁藏吗？看起来没有，看起来没有。我们做把铁剑，然后去那个，因为我之前有玩那个副本嘛，所以大概知道怎么攻略了，好不好？乖，好像只有50个人，耶，赞啊！看哦。只有好多绿宝石哦，我想钻石。嗯，跟我以前挖的洞好像啊。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切换成分流，我们去副本玩。他没有那合成欸，靠呀！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剑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觉得改了蛮多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发现其实它变了很多东西嘛，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我其实看出来了，乖。我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这幅穿盔甲吧。嗯，干好啊，穿裤子，然后丢到那个。那我们再去分流区，然后我们再去第一个副本。这个副本好像记得好像一样哎，对啊，一样的信。转介，记得这动物都不会攻击吗？然后我们需要换那个羊肉跟毛，羊肉打多一点比较好。羊肉。羊肉过来，小羊羊羊。哎、欸，掉了哦，几率高高高高高，赞赞赞！撞必撞、哦！哇，看，看，看，你看，恶意，不要恶意抢怪，看，你看，有变，有变，哦，有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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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会变那么多啊？到底是有人看了影片，然后之后去跟辅助讲，然后投诉我、啊？我没被逼算是好事吧？我觉得我至少觉得客服人蛮亲切的。对吧？客服人蛮亲切的啊。然后这怪是不是变废了、啊？还是错觉？你看几率变很高啦，我现在打怪人都很顺。
算就算了，他重生速度很快。我觉得是可能是之前因为人太多了，然后就那个了，对不对？看看看，多顺畅啊！然后人数刚刚好，也不是说他人少，我只是觉得盗版太多，因为我怕会有那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不是，没怪了，干。那我们就出去再打一个那个，哎，啊，我们可以换东西吗？温驯的鸡，要七个。我们现在有，哎，我们现在有六个。啊，不对，我们现在只有两个。哎，四个。要15个才可以换那个，4个可以买，不要不要，no no no no，等下我怎么要曾经那么在玩这副啊？靠背哦，不是重点，不是重点。等下，打完这只。好了，不是重点啦。那其实总结来说，这幅改变了很多，也不一样了。那之后我会更认真做评价吧。对，然后目前来看的话，还蛮 OK 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目前来看是还蛮 OK 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之后的话，应该就会比较多做这幅的评论。然后黑童话也更新了，所以。我也会做黑童话的更新评论，好，就这样，每个字看，我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